是猫猫，今天要介绍给小朋友认识的动物是水母。哦，水母它没有心脏，也没有骨头哦，因为它没有血液，所以受伤的时候也不会流血哦。它的触手布满了细刺，可以蜇伤及捕捉猎物。水母是不是很可爱呢？但是啊，不能随便去碰它哦。